情已經遠去2023全面通關了，你有沒有興趣跟我們自家兄弟過到大灣區這邊行呢？自家兄弟現時為客戶度身訂造專屬行程，無論在口岸的預約接待，又或者在香港這邊直接出發，提供點到點的提樓安排，帶你品嚐當地特色美食，盡責為你提供各個樓盤的資訊，睇樓全程無壓力，讓你可以輕輕鬆鬆選購心水單位。而由簽署認購書一刻，我們的服務才是剛剛開始，無論你匯款、簽約、代辦手續，我們都會為客戶提供貼心而全面的協助。後續我們還會提供自家兄弟的專屬管家服務，由買樓、收樓、驗樓到單位的軟裝、精裝設計，以至是訂製家私服務，自家兄弟都能夠為你一一辦到。可以同你一起選購裝修建材，以至是單位裏面每一個細小的組件，更有提供資訊豐富的網上平台，讓你自主了解各個樓盤的詳盡資訊。無論是市場熱或獨家折扣、熱賣靚盤，我們都第一時間通知你。我們誠邀你跟我們到灣區各個城市選購你的心水單位，專屬訂製路線考察可以天天出發。灣區的生活有多美好，等自家兄弟帶你來了解一下。大家好啊，今次继续带大家来到中山这一边。咁大家见到航拍画面里面这个广珠城轨的南头站，都知道我将会介绍南头的项目。而在这一边最出名的亦都是这个海雅缤纷城。海雅缤纷城呢基本是属于一个超大的综合项目来的。它有自己的商场，而主要销售的产品就会是公寓为主。由去年的第三季开始去到今年年头呢，发展商亦都找了我们相当之熟悉的君豪和 QE， 亦即是佘诗曼和家燕妈妈薛家燕两位知名的人士，无论是中港两地都相当之出名的，就是做了这个项目的代言人。而两位亦都是这个项目里面是拥有单位，是业主来的。两位重量级的业主亦都可以说是明星业主，怎样去看这个项目，认为它有什么卖点和优势呢？之前很多的一些专访啊等等都已经有讲了，我这里就不再重复。反正几样东西，第一，这个项目位处于南头站的旁边，有一些频道可能会讲是上盖，其实相差都不远的，因为很多的一些城轨啊等等这些站点其实没有正式一个上盖的，跟地铁站有少少不同。但是如果在正它旁边的，直头在个站那里有一条路是能够过到去楼盘的商场，又或者直接入到楼盘里面某一些期数，然后通晒这么多个栋数等等的，我们都可以叫它是铁路站旁或者轻轨站旁，以至到你说是上盖其实都不过分的。今次我们再过来这个项目呢，想更新一下航拍的画面，大家都可以看到其实之前呢个工地有部分是看到是还是做个地底的部分的，但是现在呢商场那个整体的建筑进度啊等等呢都已经是看到个外廊出晒来的了。所以大家都不需要太担心楼盘到底现时起成点呢，如果我买楼花的话，那个交楼会不会准时呢？一直以来这个项目呢整体的工程情况都是相当之理想啊。甚至乎我们的航拍画面啊，近镜去它的地盘那里望的时候呢，都见到一些在建中的部分呢有不少的工人在做紧嘢㗎。可能呢在年几接近两年前啊，你说这个项目刚刚很多都还是地盘状态的时候呢，部分人士对这个项目信心未够呢是理解的。但是去到今时今日，整个项目的工程进度和之前去比较已经不一样了。我觉得如果之前留意住，但是一路觉得始终有些担心未想出手的人士，今时今日真的可以认真考虑一下。毕竟呢我们香港两位知名的明星都做了这个业主了，可以说是和你一起用期待的心情等待整个项目交楼交付，和这个商场的启用开幕的。其实一个大型的商场开幕呢，对于周边的一些住户又好，又或者在办公的人士都好，其实都真的呢会令人相当之兴奋的。如果大家有留意呢，上一个礼拜在大围那边有一个等了超过十年的商场终于启用了。不过坦白讲那天真的太多人了，其实如果早知道这么多人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未必是想过去的。其实我相信如果早知道这么多人的话，当日到访的人士呢应该未必会这么急着想过去看这个商场。但是无论怎么好，对于大围的居民来讲，或者就在大围地铁站上盖那两个大屋苑的住户来讲，其实这个围方这个商场开幕呢真的令人相当之期盼，而且是方便了很多。
我亦都相信啊，呢个海雅缤纷城嘅商场将来正式开幕嘅时候咧，都系会好多人咧特登过嚟呢度参观嘅。喺深圳嗰边嘅宝安咧，海雅缤纷城其实已经系经营得相当之成功噶啦。喺成个深圳嚟讲咧，如果你要数十大商场咧，海雅缤纷城呢个商场都绝对可以话系有份嘅。而另外一个属于海雅缤纷城呢一度嘅卖点咧，就系呢度嘅公寓产品，佢个开积咧可以话系非一般嘅，即系唔会太过单调或者面积咧偏细，反而咧就系、是、做嘅面积咧系相当之宽阔够用啊，选择嘅户型亦都比较多啦。咁呢样嘢咧，由最初去到而家呢一刻，都好多人咧系赞呢个项目里边嘅开积系靓噶。嗱，而家我哋咧废话唔多讲。马上咧睇埋呢个航拍画面之后，就跟我哋主持 Jerry 入去了解一下现时呢一个项目嘅最新情况到底系点样。第一手啊，可唔可以帮我哋介绍翻依家成个海雅缤纷城嘅三款项目呢？可以啊，嗱，咁我而家有激光笔就可以望到啦，吓，咁而家我哋其实咧就其实方便嘅话就喺呢个南头城轨站呢度啦，系啊，城轨站就有一个天桥系可以过嚟嘅话就我哋商场噶啦，啊，咁亦都系我哋而家卖紧嘅第十座呢度嘅，第十座嘅话咧，咁我哋就已经起好晒噶啦，就系今年嘅啊，出年嘅六月份咧就收楼噶啦，今年嘅话就已经开始内部装修噶啦，而家全部都进驻紧噶啦，咁我哋八九十嘅话呢度其实佢得三栋嘅，楼下嘅话就我哋嘅商场嚟噶啦，咁亦都可以望到吓，我哋嘅商场咧，佢除咗似系一般嘅商场之外嘅话，佢楼顶仲会做成一个公园咁嘅形式嘅，咁你可以喺八九十栋呢边咧就直接可以上商场呢度咧就可以行翻我哋嘅空中花园嘅，啊，可以喺上边啦，系休闲啦、散步啦，啊，俾你享受得到嘅话就一个系楼顶嘅一个公园嘅形式咯。OK， 咁换言之，依家系卖紧嘅系十栋。系卖紧就第十栋噶啦。其他嗰啲系卖晒定系点样？其他嘅话好似第九栋咁样啦，我哋而家就暂时未卖啦。第八栋嘅话就。是已經是可以收樓的了、即係已經賣得差不多的了，咁再過翻嚟呢邊嘅話咧，就一二三四五六棟呢邊咧，我哋一二三六都已經係有入咗夥的了，第五棟嘅話就是我哋嘅示範單位嚟嘅，咁亦都可以喺我哋示範單位望落去嘅話，望翻到我哋成個商場而家起緊嘅概況啦，包括嘅話外圍呢邊嘅話一個文化藝術中心啦，都係我哋成個樓盤嘅規劃同埋建設嘅。咁我哋商場嘅話，其實就已經七月份，即係今年嘅年月初嘅時候，我哋就已經搞咗一個封頂儀式嘅，已經全部咧就係封曬頂噶啦。咁而家我哋就做緊呢兩棟嘅一個新嘅地標性建築啦。一棟嘅話咧就係喜來登酒店啦，另外一棟嘅話咧就係我哋嘅一個係寫字樓，係會將會做成一個家電中心嘅形式嘅，非常之方便咯。咁亦都係好快就可以開業噶啦。有冇話大概嘅時間咁樣咧？大概的時間的話我們會在出年啦，出年是出年年中年中左右啦，咁我哋嘅话就系会初步将成个商场嘅话就系会开业噶啦，商场嘅内部，因为我哋大嘅商家嘅话基本上就进驻晒噶啦，好似我哋而家有华人万家嘅一个超市啦，跟住嘅话有古德菲利一个健身室大游泳池啦，室内嘅一个冰雪世界啦，罗曼冰雪王国啦，仲有嘅话就系有我哋嘅一个电影院啦，包括嘅话外围亦都系同香港嘅兰桂坊咧系签咗约嘅，兰桂坊喺呢边系攞咗四万个平方米，系做一个兰桂坊嘅一个酒吧街啦，同埋特色美食街嘅。OK， 再有几点想请教一下嘅，头先我讲到咧就系、是。嗰邊嘅一二三四五六咧就有幾多賣曬啦，其實嗰邊仲有冇貨咧？嗰一帶？我哋四五棟嘅話，我哋暫時都唔會對外出售嘅，因為特別第四棟嘅話，我哋係目前係同中山政府呢邊咧係做咗一個係人才房嘅形式嘅，所以咧我哋暫時都唔會對外賣啦。OK， 咁啊講翻到賣緊呢邊啊十座啦，可唔可以同我哋簡單介紹翻下十座幾梯幾户啦，同埋咧可以嗱，佢嗰個户型分布係大概點樣咁啊？第十座嘅話，亦可以亦都望得到嘅，佢係會最靠我哋南頭大道啦，同埋南頭城軌站呢邊係非常之方便嘅，一落嚟嘅話就可以坐輕軌，係有條天橋可以直接過去嘅。咁佢係一二三樓嘅話咧，就係我哋嘅一個商場嘅一部分啦。四樓到三十樓嘅話，就我哋所有嘅業主一住户嘅。咁佢一層嘅話咧，就係十七户，即係十七伙啦，有五個電梯嘅。而且每一户嘅話，你可以睇呢個模型嘅外欄面見到嘅，佢全部會有獨立嘅陽台，而且單邊位咧，我哋係可以用明火嘅。
可以通電器嘅。咁呢邊嘅單邊位亦都好搶手嘅嚇，係一個57平方米嘅一個係兩房。另外呢邊嘅單邊位嘅話咧，就係亦都係一個係80平方米一個兩房嚟嘅。嗯，户型設計嘅話都係非常之實用咯。OK， 個價錢方面點？價錢而家均價嘅話，大概都係9500到10000咯。9500到10000，包埋裝修，包埋裝修噶啦，出年六月可以交樓噶啦，而家就準現樓嘅一個蓋房咯。OK， 頭先有講到就係十棟係可以樓下接埋個輕軌站啦，想請教就係嗰個入門口其實喺邊度？即係譬如話十座係咪直接落到空中花園定係點樣咧？係啊，十座嘅話其實你可以去到山口咧，佢就可以連翻嗰個空中花園嘅平台，然後可以入商場嘅，係咁就可以。十棟嘅門口嘅話就可以望到嘅啦，就直接我哋會喺呢個位置咧就直接入去嘅啊。咁我哋會採用嘅話就係一個酒店式嘅管理嘅。咁例如你係住十樓嘅，咁我有門卡啦，同埋電梯卡係一齊用嘅。咁佢只可以咧就係啲卡先可以入到去我哋嘅電梯咯。嗯 ，OK， 咁大家明白。管理費方面點？管理費嘅話係3.8元一個平方米。3.8元。係。OK， 好嘅，咁啊，大致上都好清楚。嗱，头先模型介绍嘅时候咧，现场嘅销售人员就有讲过嘅，现时海雅缤纷城呢边系有直接嘅专车可以翻到去港珠澳大桥口岸啦。咁呢一个安排咧，其实真系唔系咁多中山嘅屋苑啊、楼盘啊等等，甚至乎公寓啦，系可以提供到咁方便嘅一个服务啊，俾到我哋港人业主嘅。至於購票的方法咧，喺現場呢一度亦都有清晰的教學啊，係用翻手機直接咧就可以買到票噶啦。咁點解你會聽唔到啊 Jerry 把聲咧，反而係要我喺度配音咧？咁因為咧，原來拍攝呢一段嘅時候咧，唔知點解嗰個收音咧就有啲問題啊，基本上咧係聽唔到 Jerry 嘅講解，所以我喺呢一度咧就要喺後期咧配翻音，話俾大家知呢一個海雅缤纷城已經有呢一個專車啦，兼且咧係可以用手機咧就可以買到呢個車票噶啦。每日嘅10:30去到下午5:00都分別咧係呢一條專線嘅往返班次嚟噶。了解咗呢一個專線嘅基本資訊之後咧，我哋咧一陣就會係先俾大家睇翻啦之前 Jerry 去參觀嘅部分單位户型，然後咧亦都會去到一啲未完成裝修嘅實體樓嗰度咧去睇一睇裏邊啲間隔同埋現時嘅情況係點樣噶。有冇试过想获取楼盘资料，但系咧又唔想咁快联络销售人员，又或者咧系担心往后咧会有其他嘅电话促销？时间兄弟贴心地了解到每一位客户嘅需要，所以如果想直接索取楼盘嘅资料，可以上我哋时间兄弟嘅官方网站，无需登记成为会员，又或者索取阁下任何嘅个人资料，我哋都可以俾你任意浏览时间兄弟网站上面任何楼盘嘅资讯，包括不同城市各个地区不同楼盘的资料，你都可以在我们网站上面随时看到最新的资讯，楼盘单位数目、户型图以及精美相片等等应有尽有。假如你是想即场查询或者是报名我们的睇楼安排，也都可以在我们网站右上方那里按一下，就可以直接跟我们专人沟通的。你可以上网搜寻自家兄弟，又或者在我们影片下方已经有我们网站的连结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click入去看看。我哋热切期待你到访我哋自家兄弟资讯丰富网站，搜寻你心水嘅靓盘啦！依家再嚟睇多一只咧，就44嘅，咁就有40嘅开放式啦，咁77嘅两房啦。咁我哋呢一个示范单位咧，就系一房一厅嘅。系44嘅一房一厅。咁呢个示范单位咧，系向北嘅。系啊，向北嘅话咧，我哋而家5座咧，佢就直接望到我哋成个园林噶咯。入到嚟睇嘅话，佢。右手边咧就系一个洗手间嘅，做咗一个椭圆形嘅一个干湿区咯。OK， 咁啊，再入嚟睇睇呢一个位先。系呢边咧就系厨房，佢个厨房咧就 L 型嘅。呢个柜都系做好埋。系啊，佢呢个柜都做埋俾你嘅，呢个就可以自己做鞋柜啦。佢呢个位置。其他户型就冇呢个标配。其他冇。咁得意。Okay. 然後過到嚟嘅話，可以睇到噶，有個客廳。客廳嘅話咧，你坐喺沙發呢邊啦，咁望電視位，呢邊電視位。到時候交樓嘅話咧，我哋嗰個電視背景牆咧就冇做嘅，同埋呢邊嗰個櫃嘅話都冇做，咁因應個人需求而定咯。如果你話有需要做嘅話，其實你自己想做都 OK 嘅。都深喎，實質上到時嗰個位係到裡面嘅嘛，係嘛？係啊係啊，佢呢個位係到裡面嘅，佢呢度咧就有個廚位。系系，展理场，
有個儲位咯。咁你做咗櫃，有時候你話放下嘢啊，其實都好方便噶。嗯嗯嗱，再過嚟可以睇翻嘅話，佢已經有一個係雙人嘅誒餐桌椅嘅啦，完全夠曬位置嘅。房間嘅話咧係嗱，可以放翻一張一米五嘅牀嘅。咁佢嘅話係一個誒、大嘅、一個落地玻璃。那床的玻璃都好大喎、哦。係啊嗱。可以望到的話咧，就係我哋一期啦，同埋內園嘅景觀嘅。等陣出陽台嗰邊嘅話，會望得更加清晰啲。再睇下個陽台先。哇！好大風啊，今日。哇！好高啊！你話樓層高定係話我哋啲護欄夠高先？護欄又高，樓層又高。二十樓啊，可以望下樓下嘅花園嘅，好舒服嘅。嗯，人车分流嘅，一楼嘅话全部都系做人行道咯。O K， 咁即系呢只就个个总价大概系，如果都按一万蚊计，44万。44万到。嗯。O K， 系一套大啲嘅，咁呢个咧就77方嘅两房。我睇翻佢嘅空间报告咧，同住宅嘅啲单位好似嘅。系啊，基本上一样。基本上一样嘅，仲有咧系咧呢一度咧比较得意嘅，虽然讲系商业公寓啊，但系咧佢系可以用明火嘅，而且系用文水文电嘅，所以咧、即系除咗喺嗰个年限同埋贷款政策方面唔一样之外，咁其他嘢系同住宅系基本上一个构造咁滞。系 啊，住宅嚟都入到嚟都系住宅感受。咁我哋入过到嚟睇嘅话咧，可以望到嘅、餐厅嘅位置啦，啊嗰边嘅话就系厨房。厨房，我哋入厨房睇睇先。佢用明火喎，佢真係係咧70方以上咧係天然氣管道都户喎，唔係話自己咧以前嗰種叫做托個天然氣罐啊擺喺下邊燒煤氣嗰只，佢唔係喎。啊呢個咧就中層嘅 low E 中空玻璃咧，據聞啊呢個可以防眼嘅，隔音啊隔耳嘅功能咧，同埋防噪音功能就已經加強咗噶啦。呢邊就同廚正常嘅一啲廚房標配咧，就可能爭咗個燒爐管櫃，嗱自己裝翻就 OK 噶啦。啲移民雪櫃擺邊度咧？雪櫃嘅話其實好多位擺噶。哦，擺廳呢個位啦，我有插蘇喺呢度。係，你直接擺喺呢個位置得噶啦。OK。然後過嚟呢邊嘅話就係客廳咯。客廳嘅話佢成個空間感都好舒服噶，同陽台係連埋一齊咯。行翻出去嘅話，亦都係可以望到我哋嘅成個商業區嘅。個陽台嘅話亦都好長嘅，平時嘅話可以放下洗衣機啊，嗰、那個熱水器啦、啊，同埋可以放埋弄下衫啊都得嘅。佢陽台真係到嗰邊嘅喎，係連埋廚房嗰一節咧係做埋一齊嘅。係係係，即係直接連出嚟咯。係咯，即係廚房即係 sorry， 陽台係比呢一個客廳嘅廳咧係會更加闊。OK， 好，關翻門先啊。咁我哋咧就再睇翻去係呢個衞生間先，呢個公衞。係衞生間嘅話咧，佢亦都係做咗乾濕分區嘅，所有嘅洗手盆啦、廁所啦、淋浴器花灑嗰啲咧，我哋都係做齊曬俾你嘅啦。呢、個門咧，第時都係係呢個門嘅話，佢到時候你可以自己做成趟門咯。我哋交樓嘅話咧，就係、推門嘅。哦，交樓推門。OK。過嚟嘅話就兩間房，睇呢間房先啦。係，其中一間房嘅話咧，咁佢就係直接係一個大嘅飄窗台嘅。你而家睇到亦都係除咗家私家電，唔係我哋嘅交樓標準，其他都係噶啦。即係包括地板啦、雨膠漆啊，係啊，同埋樓個天花啊、筒燈啊，仲有窗而家嗰啲護欄啊，我哋都做好曬俾你嘅啦。呢間就係呢間咧就客房啦。啊！我所有嘅窗口全部向呢邊嘅喎。係啊，佢呢個房型佢就即係全部都係順南向嘅，全部順南向户型設計。牀啊、衣櫃有得放咗㗎啦， okay, 而且呢張都係一米五嘅牀嚟嘅。咁好似呢一隻就77啦，77佢嗰個一萬蚊，即係大概77萬多少少，甚至可能有啲就係嘛？係。77平方呢一隻會唔會有機會有啲單位可以做8888？咁咪要睇下朋友仔，你係中意高樓層定低樓層，到時候咧、就要去問下啦。
可以幫佢申請咯，盡力咯，係咪啊？好，盡咗。56平，10棟15户型。接下來我哋用第一身嘅視覺睇一套啊，仍然係做緊裝修嘅56平方米10棟15室嘅單位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单位呢是相对是一个中层一点的位置，所以望出去的景致也是相当之开扬。同时间由于它是一个毛坯状态，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它做出来的个毛坯的质量是怎样。其实景致方面走出露台望出去呢真是相当之开扬舒适的。当然有些人都会喜欢回内园的园景，因为有内园的布局或者商场顶等等，望上去都会比较舒服一点，还有一般来讲会静一点。大家可以听着音乐欣赏这一套的单位。可能你都有一个疑问的，就是到底现时商场未起好的情况之下，周边的一些商铺的情况是怎样呢？现在呢都简单有拍摄了给大家看，其实一些基本的生活配套的铺头啊、食店啊、药房啊等等呢，在这一带周边呢都是有的了。所以将来商场开了之后呢是会有更多，但是现在呢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状态来的。今集呢带大家来看这个海雅缤纷城的最新情况呢，就来到这里先啦。其实呢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内容呢，可能就要放在这个项目的下集呢再跟大家讲讲啦。假如觉得对这个项目是有信心的，亦都在这个暑假期间呢觉得是有时间啦，可以过到去现场这边看看的话呢，欢迎联络我们作出一个安排。我们下条影片再见。趁着这个开了关的日子，你又会不会上湾区这边看靓楼呢？自家兄弟提供 VIP 睇楼安排，你想到想在哪里看楼和买楼，想自家兄弟帮你研究，一样可以找我们，还会同你分析楼盘优缺点，看看是不是切合你的需要，跟自家兄弟在湾区置业，还有无偿售后服务跟到尾。快点来我们展销厅了解一下吧，追求美好生活，湾区首选自家兄弟。大湾区自住投资边度好，找自家兄弟帮手啦。无论是市场热话热卖靓盘独家折扣，我们都第一时间通知你。自家大湾区 VIP 睇楼安排，专车接送为你服务。快点来我们展销厅了解一下啦，追求美好生活，湾区首选自家兄弟。如果还未订阅我们自家兄弟频道的，可以现在订阅埋，按埋隔离个钟仔，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的影片啦。下条影片见，拜拜。